打我。他们有，就也不叫恐吓，就打我吧。他们可能觉得，就是我拍了他们的脸，那都戴着口罩，我怎么会拍到脸？我也没有特别，所以就拿着激光笔照我，然后就很多人就过来把我围住，然后要求我跟他们合照，我不肯，然后还拿着那些就是他们示威的那些标语放在我这里，包括我不知道我衣服后面贴喷了什么，没喷吗？没有，那喷的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就拿着那些标语，我不想，我就面向那堵墙，但是我一直待在那边，他们人越来越多，我也走不出来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